早泄的病因呢，目前都不是很清楚啊。现在的学者呢，比较公认的呢，主要是早泄的发生呢，是跟这么几个因素，有关系。一个呢，就是阴茎头的，过度的敏感；还有呢，就是中枢神经这个兴奋性的增高，以及呢，焦虑，不良的性经历。此外呢，甲状腺疾病。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等等，都可能跟早泄的发生呢，有关。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发现，焦虑的情绪在早泄的发生当中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。中医认为呢，早泄的发生跟心肝脾肺肾呢五脏都有关，而最主要的呢是还是跟肾虚关系比较密切。尤其先天不足的，或者是房事过频的，损伤了肾精，导致了精光不固，就可以发生早泄。还有过度的思虑忧虑伤肝伤脾的，心脾两伤的，也会导致呢，就是射精不固，湿热下注等等也会导致精室受扰，引起早泄。比如说早泄的发生来讲，除了肾虚之外，跟肝。脾、心的关系都比较密切。